这倒进去就行了。好了，然后呢，把我们这个秘制小仙丹给它倒进去几粒。哎呀，倒多了，头了，盖上锅盖，松一松，挂上来扭紧，小扳手给它锁紧就行了啊！一二三，好，刚好有劲就行了，放上去，这样就可以去摇动它，把火苗点起来。好，推进去，我们来转动锅体啊！点完火了，我们就来摇锅就行了，五分钟就好啊。倒把手，盖上火放一边啊，红梁子盖子我们拿出来。把锅放进去就 OK 了，收件人挂在咱们的手上，幺二三，哎，好，把高粱米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了。